去，让你的血液在那边循环会正常，让你的为什么大肠在下面？为什么你不让大肠这个温度提高？今天刚刚有没有做一个动作？端盘子，有没有？有。你一动作越慢，身体往后仰的角度越大，速度越慢，因为全身怎样？发热。发热。你全身发热，那癌细胞会说组织壮大？不会啊，因为它是39.5度以下，坏细胞。记得一个观念，36.5度以下，任何坏细胞都会被组织壮大。你要不要让你的体温一直呈现下降？所以你要不要让你的体温往上提高37度左右？要，对不对？它不是靠药，靠你呼吸，靠你经络怎么样打通，靠你的什么东西？请告诉我。静脉逆向虹吸原理，就让你的静脉能够由下往上怎样？上去到了。要不要速度加大？要。代表什么事情？要活。要动。要动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我们一直不愿意把这个学理，我以前教运动，都是在那快快快快快走，我教了好多年，6、7年、7、8年。发现效果根本没有好，反而都运动了。你们看，昨天到今天，我重多重的时间都还是少，不会很多。我一直在讲观念，我一直让你按摩棒怎样，一直搓搓揉揉，或者站，对不对？我一直要你去怎样，去寻找什么地方酸酸痛痛，对，去寻找阿斯圈。找到了，搓开了以后怎么样？喉咙开水。喝开水，空的，去把它带走。所以，息肉你可以吃到，我们身体有一个叫做薏仁子、薏仁素，再加上凤梨，这个息肉就可以。慢慢才让它萎缩掉，不然必须多吃点。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？吃那个水肿泥。水肿。哦，水肿，浮肿嘛。它能不能泡脚？脚是脚。第一个问题是脚水肿的原因，第二个是，但是脚水肿的话能不能泡脚？脚水肿，脚为什么水肿？那用它，我问谁？因为水肿，他是在跟你讲话，你为什么不跟自己讲话？你为什么不问他？大哥，你问你的脚，他会告诉你，是因为你的膀胱经、肾经堵住了。你整个膀胱经在哪里？小脚、小指头。小指头。后面两条，一直到这边来，肾经涌泉穴到这边来，阴部正中央，到乳头内侧到这里，你两条经络是因为没办法把你的毒素怎样代谢出去。第二个，你身体的细胞钾钠怎么样不平衡，钾过低，钠过高，细胞破裂，结果水没有办法带掉。尤其拘留在人体内，你不要吃那么咸嘛，吃淡一点，钾吃多一点，钾吃多吃点，让你细胞大肠呢赶快去把它灌肠吧，用野水灌肠，让它排便顺畅一点。因为大肠是什么系统？大肠除了排泄是人的水库。B 型的生产基地，还有一个是钾的生产基地，所以大肠的钾没办法产生，你的细胞还是一直破裂，你的饮食钾不够，钠过高，细胞还是破裂，所以还是一直在水肿，所以改变饮食，想办法
最快的方法，老师的酷刑要认真执行，手脚的酷刑。先把你手脚的酷刑先去做一做，脚趾认真一搓，会痛，把它搓到完全不痛，要忍耐一点。我知道很痛，有你有水肿的人搓下去，我会告诉你，是哀哀叫，啊，这个是那叫做惨叫，那个叫惨叫。那要不要吃咸一点？来补充我体内的钠流多啊。我可以告诉你啊，人体的钠绝对不会不够，人体的钠一直都是太高。你任何蔬菜水果都有钠，里面都有钠，没有不够的道理。台湾是钠过高产生的所有疾病。不可能会有钠不够，你看看任何食物，阿峰看钾钠、碳钠都很高，都有，所以放心，那只是你的口味，因为你习惯被那个味觉怎样绑架、欺骗的。告诉你，喝水就好了，喝水就好了。你要不然你吃点水果嘛，水果里面都有钠，每一样水果都有钠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因为我们长期已经被外面的生活的那些食物骗得已经习惯了。还有什么问题？心律不整，第一件事情，先把这只左手的这只末梢打通以后，再把膻中穴打开，然后呢，把你的脚这边所有手脚趾头这边搓开，阴部搓开。心律不整不用药，马上好，因为是他的血液逆向红血原理怎样跑不上来，所以心脏这边堵住，心包堵住，整条心包堵住，导致心包压迫，造成心律不整，因为血液跑不上，它跳的频率怎样不稳定。啊，西医用药吃，我来讲，一辈子医不好，你不让他。去搓搓揉揉，我只说讲一句话，不如早点死亡，会比较痛快。所以第一个中间这个搓，第二个膻中穴搓按，第三个就是阴部。你的阴部跟脚，想办法快速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，赶快把它捏到完全不痛，然后站桩，想办法站越站越高，让它这个地方角度越低，水转。很灵活，他这个血液就可以跑这边，这边血液跑这边。那他经过心脏的时候，他量血液大，他根本不会心律不整，因为是你的血液由下往上怎样？因为你们一定要去了解，我这两天告诉你很多问题，你要懂得去思考逻辑。我当然知道，我现在跟你讲这样。是强人所难，叫你上课马上会产生逻辑，我会骗他，真的不可能的事情啊！因为我是学多久？对，我学三十几年才有今天的成就。啊，你两刚两年，我花多了完了，所以先慢慢来，赶快先把你的手脚末梢怎样一步一步来，好不好？
先把它抽开吧。但是我还是要讲一句话，心里相信苦行，去做。其实在座有人认识我很多年，但是都没有做，就是来参加健康营，但他根本没有改善。我一告诉你说，认识我再多年，不做，通通怎么样？没有用。我坦白讲，你再认识我100年，你根本就不做，还是连像那个渐冻人陈秀龙认识我，他都不管他怎么样。一天做几个小时，刚开始一天做4个小时，他家买个按摩棒买几只你知道不知道？7只，两个羊不7只，他房间换2只，客厅换2只，厨房换2只，一只给他儿子用，到厨房去一边煮菜要拿起来搓搓搓搓，要到客厅去，到客厅去就放着，到客厅去搓搓搓搓，他到什么地方？一天刚开始一天做10几个小时，现在一天至少6个多小时，现在体力精神比我更好，因为我一天做不到1个小时，我很忙，我忙着上课，我想说的时间就不够，所以我的方法我讲三话，我会让医院卫生署下到撒尿出来，一定有他的原因。我假使我的方法是错误，他很简单，就发个网络，发个新闻，那个苦行生化科技公司苦行的苦老师说话怎样，同事怎样，胡说八道就好了。我写信给卫生署，我也不说，有本事来找我公开。慢性疾病一百，50个给我1，50个给你100、1000、1，公开电视上广播。还有什么问题？老师，那个牙周病，那个牙齿还没松动，要不要拔起来治疗？不要了，我告诉你，天天用盐水漱口，洗牙我不反对，洗牙把那个牙垢洗掉，但是平常我还是建议你多做用盐水漱口，因为盐水漱口不仅是防止牙周病，防止体内的疾病产生，盐水漱口是必备的。继续这样啊，继续漱油，用那个椰子，对，对。那这样就不用拔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不客气。好，现在哈，见证了。8:17。好，每一个人去把一个球拿到你的位置上面做。